其实还快耶。那我想知道好不好抽哎、欸，我点券不是很多。你没有研究了吗？我们算一下好了，总共才20抽哎、欸。他刚刚第一抽是9点，就是吸引大家就是抽一抽吧。29加9。加3加4加5加9哎，它下面，它下面就有总数了，我还在这边自己加，大概就只有我白痴，很认真在那边按计算，几率是造型0.12，感觉包底很多吧。你们觉得几抽？我感觉上是保底，是几率很大。我每次抽传说的都不是很 OK。我刚刚是抽左边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是从左到右，然后这样轮着抽好了。好啦，反正，哎、欸，他是在右边。他刚刚打招呼的意思是他右边，是不是？我刚刚应该要，哎、欸，他又在右边，是不是？我几抽啦？99，现在99抽，从左到右，再从右到左，是不是？啊，他又在右边，我觉得他又在骗我哎、欸。你看，所以我现在在从右到左，对不对？159。我刚应该要照这个顺序来、嗯，然后我现在再从左到右。哎、欸，他明明就打招呼啊，为什么？是在骗我吗？啊，这是中的意思吗？哦，哎、欸，那比我预期的还快耶！我刚刚是什么199是不是？哇靠！199是几抽？这个是没错对吧？你这样运气不错吗？嗯哦，感谢加持。因为我刚其实就在想说，哎、欸，我刚刚不是有中？因为我刚刚左边那个不是他已经开门了吗？果然，欧尼奖不是改的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造型了，有动了，好爽哦！八抽中，还蛮可爱的啦。可是我没玩奇罗哎、欸，